各位同学，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开始上课哈，在一分钟之后上课。好，上课前再麻烦注意手机哈，我们把它关机或关静音。好，再麻烦看一下，谢谢。各位同心，我们继续上课哈，一样这节由我们的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赞，大家好。好。啊，大家辛苦哈，咱们作练哈。啊，困有好无？有啦。你别赞了。我大概来这拢嘛，第一暝拢困未好，拢要今拢要爱困眠，爱困眠。我会记阮第一期的吼，都一月十五迄天吼，哦，迄天有够冷的。啊，阮迄阵第一期来吼，还无棉被，哦，叫阮家己爱扎睡袋来，吼。哦啊，结果困落去到地吼，迄天第一冷啦，冷得咧歹困啦。啊，过来吼，阮咧困咧通铺吼，恁即摆拢上下铺，阮迄阵是规个拢通铺，一间房间拢困十几个。哇，睏下较知影讲啊，咱若用寒暑人就免睏啊。结果一日拢醒起来，拄啊剩头尾人在咧睏，迄冠军的甲亚军的人在咧睏。吼，迄真正有够吵的，迄有影，若有三四个做咧寒，迄玻璃窗啊会咕咕安尼。你就知影讲迄安尼偌吵吼。啊，所以一届来遮两暝，我拢无啥困吼，上课不时咧度过吼。好，那么咱拄啊，比如顶有讲吼，中国人来台湾吼，享尽福利，啊，咱台湾人敢若二等公民、三等公民，诶，咱要输高沙呢，咱平埔族要输高沙，咱高沙因五十五岁讲得当领老人年金呢。嘿，啊，咱平地讲着要65岁，吼，啊，当然，迄就是原来利益交换啦。迄阵民进党为着要好一个法案通过，啊，要求高沙的这个立法委员爱甲伊做一投票。那么高沙的条件就讲，啊，你嘛爱互阮55岁顶领老人年金这个法案通过，吼，啊，所以这几个拢是利益交换，吼，好啊。今仔我遮原来要先甲各位吼推荐有三本册吼，啊，其中两本你一定爱买啦吼，因为第一本就是迄个1946年咱台湾发生六二八事件，好无？那么迄阵美国有一个派伫台湾，迄从中华派伫中华民国驻台北领事馆。诶，这个领事叫做乔治·科尔，伊出一本迄个二八事件了后，伊甲伊伫台湾所看诶新闻录拢写一本册，叫做《被出卖台湾》吼，《被出卖的台湾》。这本册你一定爱看。啊，这咱有台侨吼，伫美国有甲翻译，结果国民党真恶劣，伊甲伊所出版诶册拢装备，伊。怕咱台湾人看到这个真相，
所以把车拢买掉。好、哦，那么最近够再办了哈，啊、哦，古尼够再办。那么在台湾你切点，还是你上网哦，去亚马逊哈、哦，还是把迄、那个什么成品呐、啊、哈，博客来哈、哦、去买的有啊哈。迄、哦、确实正讲，迄东西台湾人的悲惨的真相。如果讲你那迄本册，你看了，你还阁会去支持中国党吼？哦，安尼我真的就被你打败了，吼、哦。这本定爱一定爱看。第二本《圣经》，《圣经》是全世界出版上侪出版的版本的语言，吼、哦、上侪全世界上畅销的一本册，啊，咱也无看，足可惜。啥物原因？我先来推荐第一，出版量上侪嘛，上侪人咧看。那么欧洲、欧美是哪因个国家会较进步，跟这本圣经有关的。哦，你看因个，因拢根据圣经的历史来教训，来教因个囡仔是啥。所以现在欧洲的人因足诚实，因为圣经讲的，得要有信用嘛，哦，诚信嘛。那个圣经的主要的信望爱，要有信用嘛哈，要有相信嘛哈，望就是要有对将来有盼望，对来生有盼望，爱要博爱，哈、哦，我你讲这博爱吼，我足佩服欧美的人，因哪来落伍的国家，哦，包括欧洲还有非洲，因去领养遐孤儿有无？欸伊毋是家己无袂晓生囡仔呢，伊嘛生几下个，啊因出来咧领养只孤儿，因无咧讲像哪咱一般东方个思想，哦要讲领要领养，哦拢爱迄个安尼白白胖胖安尼活泼又可爱，伊毋是呢，因拢领养拢有足侪有缺陷个呢，有个无看到，啊有个乞教个，啊欠脚欠手个，欠零件个呢，吼、哦。啊！你看，那咱台湾人，那伊个即嘛啦，包括咱台湾人也无即款爱心。伊若要去共领养，拢嘛要领一个安尼健康宝宝吼。啊！你看，你有爱心，迄真正硬硬呢。你共领一个迄、那个，有袂晓讲话，也是青盲吼，有缺陷的。你若无相当的爱心，你做袂到。但是因即、這个有相信迄个圣经的教示的人，因后边的人做会到，而且。迄个本圣经嘛有讲到科学，所以现在因追求真理、追求真相，吼、哦，啊，过来追求公义，吼、哦，信望爱，搁一个公义，吼、哦。所以现在美国人敢那改插世界代志，好像因拢咧敢那主导整个吼迄、哦那个民主、自由、法治的这个走向，所以因美国会遐强，跟这本圣经有关。啊，遮畅销的册，遮好的册，咱拢全部看，足可惜哈。所以这一本，第三本，我嘛甲号称圣经，台湾法律、台湾历史真相、台湾主权地位的真相，拢写伫进来底。吼、哦，包括我所讲的这些，吼、哦，资料，吼、哦，真侪我那为咱这本册啊内底所萃取出来哈。哦那么这本你若无买，足可惜。吼、哦，这个唔是要赚你钱，咱来遮吼，那敢那靠卖册，无法度维持啦。吼、哦，啊，但是这是甲你介绍讲，有遮好的一本册，你无看，该可惜。就敢那讲我去哦，食牛肉面，哦，都迄间做好食的，啊，我来甲你食好倒小杯，安尼意思。吼、哦，那么恁今仔吼，都、哦、这三天来吼、哦，你若在遮上课。你会捌真侪真相了，你心内一定有对台湾开始有发一个愿讲，我要来替台湾做啥物代志。啊，你要替台湾做代志，你莫走错方向呢。你这本册若无读好清楚，啊，你又阁行唔着路去。吼，像我昨日讲的，搞不清楚家己是啥物人，啊，认错做老爸，吼、哦，所以这真重要，吼、哦。好，啊，以上算工商服务啦，吼、哦。好。再来，咱进入主题哈。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哈，这个始作俑者就是1999年5月初九，中华民国的民进党
伊个台湾全图个结文所讲个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个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这就是阿扁啊，代表民进党，代表民进党两千年要选流亡个中华民国总统，为着要吸引中间个选民，吼、哦，所以改变因个台独党纲，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这作者哪里呢？阿扁也无采讲伊，可能法律遐遐密吼。那么为着要胜选，出卖家己。你看李登辉较早咧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有无？中华民国是在台湾，迄句话，中华民国在台湾。你为李登辉这句话，李总统、前总统这句话，你还看得到中华民国流亡的痕迹，是吧？中华民国本来不是伫台湾，伊本来伫台别个所在，伫南京，即马刷来伫台湾，哦，所以就中华民国在台湾，还看得到中华民国流亡的痕迹。啊，你即马阿扁啊，因这民进党，甲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这出卖台湾的，更不是哦，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有无？台湾变作中华名了，等于中华民国，有无？这足严重的代志呢。我你若讲要出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结果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哦，无你讲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大家来分钱嘛，较甘愿。过来，2011年10月7日，蔡英文。我拿中华民国民进党的前主席啊，今麦一个做主席啊哈，伊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10月7日迄阵，小英就是代表民进党咧选2012年的流亡中华民国总统，为着要胜选嘛是出卖家己。你看，这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是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李登辉哈，甲提拔蔡英文的这李登辉，较早拢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哈，台湾人的悲哀有无？结果小英背叛伊的提拔的恩师哈，讲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台湾政府，你看有惨无？啊！这种做甲党主席的人，读甲拢无清楚，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哈、哦。台湾等于中华民国 ，OK。啊，这你看有吃了无？好，过来咱来检讨了哈。请问，台湾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啦？你讲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好。啊，你独立纪念日对一天？南美国独立纪念日7月7日，菲律宾。独立纪念日嘛，7月7日。那么你的，恁台湾国独立纪念日对一讲，讲不出来。过来，你台湾要为对一个母国独立出来，你所谓独立就是还未独立之前，含母体连做伙。哦，都敢那讲，一个囡仔还未生出来，伫妈妈的腹肚内底还没有独立，生出来了，几代家长独立出去啊。好，啊，你的母体伫对。你的母国对一个，有人讲，我咱要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中华民国伫台湾抓头抓尾无名呢，哦，伊只是一个代理管理者呢，吼、哦，就敢若讲咱台湾即块土地，吼、哦，去栋大楼叫做台湾大楼。即块台湾大楼，迄个因为战争的关系，日本天皇给抵押伫美国手里。那么美国派一个管理员叫做蒋介石来代替伊管，蒋介石伫这大楼的这个警卫室底下咧徛卫兵，咧顾大门。你袂使讲来遮伊徛卫兵徛70年啊，讲这块大楼变做伊的，不可能嘛？哦，啊，所以伊抓头抓尾无命，所以唔是台湾唔免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台湾不是无国家，咱台湾平和国家，咱的母国叫做日本母国，甲对。你要独立，你要为日本独立，是，不是为美国，嘛不是为阿强啊，吼。
哦，所以这是很矛盾的哈、哦。啊，这就是因的头人拢是拢是这个做个董主席的哈，拢、哦、主席哈、哦，结果因搞不清楚状况。因都搞不清楚状况，唔免讲其他的党员，甚至其他的非党员、非党员，即一般的普罗大众，哈、哦。好，过来，咱来拆穿中国人这些生文字的游戏，哈、哦，因做阿算的，好、哦、来，啊，咱来看下这个，因国共内战迄阵的是文先来做一个咧。迄阵国共内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哦，因为听了阿公要来拍对了啊，吼，因差不多拢先撤退啊，先走啊，吼，无啥咧战，所以因来甲咱骗讲，哦，因外交小战，啊，你呐常胜将军，你都袂走来台湾啊，对不对？迄是拢常败将军，哦，所以郝柏村，哦，佮柯玉树讲提当年勇安尼，好，好，啊，那么建书因的党报，哈，《中央日报》，哈，因的党报嘛，讲到敢若赢，哈。你若拍输，撤退嘛，哦，紧走绕跑，但是伊不爱讲撤退，伊讲转进，伊讲我军转进神速，哦，速度足紧的，转个方向前进哈、哦，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哦，你看伊咧走敢若飞呢，哦，听起来敢若足牛啊，啊，佮后壁佮加一句讲，共军追赶不及，哦，安尼听起来有牛无？哦、你来看，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你若无甲深究，你会感觉好、哦。中华民国国军有够厉害，结果是拍输咧走呢，走红绿啊。啊，所以讲安尼吼，啊，那闽南语四字就甲解说清楚，拍输走赢，对不对？为中国安尼整个大江山安尼败了了，伊阵咧讲三十五省，35间百货公司输了了，输到走来台湾一间，啊，一间阁毋是伊个，这是日本天皇个，哦，你看，迄就变美国啊，流亡去别个国家去啊，吼、哦。啊，过来，因那咧中华民国含台湾这个名号吼，这两个名号伫媒体上咧应用。何康的拢用中华民国，哦，中华民国与甘比亚建交，哦，那建交用中华民国，啊，那等高呢？台湾与甘比亚断交，哦，那派康就用台湾名，好吧？哦，啊，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成员，哇，1971年退出联合国，伊就讲台湾退出联合国，好吧？用这部啊。好 ，OK， 好，过来，咱来改正咱真侪错误的言辞一挂咧。来，第一，咱定讲外省人吼，咱讲甲人人上口，啊，这句唔对，要安怎改？吼，啊，那上过课卖讲，好来，有人知影无？咱定咧讲来咧食外省啊面，有无？这句唔对啦，台湾。无，你甲分台湾有两种人呢，一种诶叫做本土台湾人，吼、哦，就是1945年九月初二，麦克阿瑟发布一号命令，以前就住伫台湾诶，包括伊诶子孙，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即正港台湾人，剩诶就是拢外国人，吼、哦，包括中国走路来台湾，1949年，吼、哦，蒋介石带来遮，吼、哦，甲要200万，吼、哦。这些拢总叫做，因拢叫做中国人，嘛是叫做外国人，吼、哦。其他派代表来台湾，迄拢外国人嘛，吼、哦。啊，就是1949年，吼、哦，1945年10月25来台湾接管台湾，包括1949年蒋介石带甲要200万的因的军公教人员甲眷属来台湾开始出问题，啊这。台湾的悲哀就从迄阵开始。迄、那个，我来讲，1949年哈，嘛，我来讲，我细汉看阮爸爸妈妈，吼，迄阵早期，拢伫厝边头起猪条咧饲猪，啊，饲猪是足重要的一个，阮伫庄脚
经济的来源。我若要注册，哦，真有可能拢爱靠猪仔大只。我若饲头两百公七个月，猪仔顶掠去卖，还是掠来杀。结果蒋介石1949年为中国引进，到尾200万只猪来互咱饲啦。啊，饲要甲即马头饲70吨啊，袂杀得，对不对？咱用是用咧纳税金咧饲，饲到即马。所以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对不对？就是因来了台湾，才出问题嘛，吼、哦。好，过来。啊，咱拢讲专线，好不好？专线药房拢有咧卖，有无？电台拢有咧听，吼、哦。专线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有无？咱嘛讲甲作习惯咧，不以为意，吼、哦。啊，这个唔对，要怎改？台湾不是国家，好、哦，讲台湾专岛可以，哈、哦，还是讲专台湾，哈、哦，拢会使。诶、欸，挂朋友专台湾，因为即马台湾列岛就包括朋友，哈、哦。过来，大陆，我咱嘛讲大陆讲甲足惯势，吼、哦，啊，大陆过，啊，搁大陆妹，有无？哦，拢咧讲大陆吼，诶、哦欸，我嘛想无是哪会讲大陆妹吼，迄菜足油诶，咱是咧讲大陆妹，是咧讲迄菜吼、哦，油妹啊吼、哦，你看来看，啊大陆唔对，因为你若甲你诶外国朋友讲，我下个礼拜要去大陆玩一个礼拜，我就。你的外国朋友可能头壳真了，像科比安尼就了啊。那当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佚佗，因为大陆全世界有6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澳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啊，你是要去对一个大陆佚佗？后边的人因为逻辑思考是安尼，啊，真简单嘛，对不？啊，你到底是要去对一个？你讲无清楚，你敢若讲大陆，因逻辑思考都即大个就咧想啊，但即大个大陆咧想啊，吼、哦，所以即句唔对要哪解？啊，对啦，中国佗也免去讲大陆。你若去美国佚佗，你袂去讲我要来北美洲，吼、哦，美国大陆佚佗袂？因为规个亚洲大陆好，迄是包含几十个国家呢，唔是中大陆，唔是你中国个啊。亚洲大陆不是你中国的啊！好，过来，先到，好、哦，咱常常嘛咧讲，你若，你即马为只看看，你若讲外省人，啊，咱变本省人对无？咱煞变中国一省啊！啊、哦，这就唔对呀！啊，你若讲全省，我咱嘛是人个中国一省，啊，你讲大陆咱变小岛，对唔对？你嘛唔对。被比下去哈，啊，所以这条省道吼，我讲台青有够含慢，台青人管来管台湾212吨，无在条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阮屏东，你看笨手，日本人来了差不多10吨，1905年就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去到屏东，啊，沿路。那桥就有河流就铺桥嘛哈，但是迄阵拄啊，看啊，西罗大桥哈，也还袂起好，桥墩拢等咧做，但是嘛有变道哈，原来会点过。啊，所以省道唔对嘛，你若讲省道，就变中国一省的省道啊，爱改呐，有人知无？唔知啊？哦，对一个讲的。哦，啊你，你佚佗纵贯线，有一句话就是讲，这个乌道的老大吼，南北二路，吼、哦，为南到北，为北到南，伊各地方的角头拢足熟悉，拢往那画会叮当的，所以讲伊佚佗南北二路，表示往那大尾路嘛，哈、啊，一般正常爱讲第一线。
讲纵贯线安尼会使，因为日本人来开第一条纵贯南北的道路，吼，这叫做台线。后人讲纵贯线无唔对哈。那么，如果你若伫台线开车吼，啊，你拢唔免加油，你干那加水会走吼。安尼，你若讲省道，我就无意见啦。哦，迄个真正有省吼。较早我做囡仔吼，阮车对面有一个，迄阵买日本的奥多麦吼。我拢讲奥多麦，咱台湾人原来有时啊逻辑分析讲袂清楚，爱讲摩托车啦，爱讲奥多麦较对，但是真侪人讲骑眼镜。骑引擎，我想袂要哪骑。引擎敢那迄粒发动机呢？无倒链啊，无涵道路，我都骑引擎。嘿，我想无呢。迄条引擎无倒链，哪会行？哈，有阮南部吼，我北部我唔知道。有人讲骑奥多麦吼，大部拢古早拢讲骑奥多麦，啊，尾下较唔知哪上发明讲骑引擎吼。啊、所以，较早迄个，我咧讲，我对面迄、那个，伊迄奥多麦是日本坐进口的吧？但迄阵是水冷式的，伊拢爱加水，像咱的即卖汽车爱加水，吼、哦。啊？吼、哦，好啊，就是讲，迄水冷式爱加水啦，啊，像咱的即卖汽车水箱无水嘛，爱加水。迄阵气冷式的嘛有啦，哈、哦。过来，咱定下讲偷渡客，偷渡客唔对，免哪改。奇怪，这真简单嘞呐，照讲逻辑真简单，就这样突破。啊，咱另外咱台湾人是哪袂晓？即句足明显错误，但是咱台湾人就是自细汉就拢去哦，中国共中共党用标准教科书国立殡仪馆。编的那个课本，伊咱考试嘛，跟咱考，比如填充题，这个答案爱三字，你来写三字，加一字减一字拢唔对。哦，啊，这个答案爱四字，同款加一字减一字拢唔对。拢咱拢咧等标准答案，咱袂去独立思考。现代人以色列，因这个国家介绍也介先进、介强，因咧教为囡仔开始得做成功，然后囡仔开始去学校上课哈。因鼓励囡仔爱甲老师提问题，所以囡仔若下课转来，伊说咧家长拢先问囡仔：，啊，你今仔日上课有快乐无？哦，啊，你今仔上课有甲老师问发问问题无？对咧，因为这老师因嘛有一个心偏，因要教这囡仔，嘛希望囡仔唔捌的所在爱来甲问。上好，伊会当甲老师问学倒，吼、哦。安尼老师开始知影，哦，我原来对一部分我欠缺，我爱去一部分爱去加强进修，会当教学相长，伊教的人嘛是成长，啊，教给囡仔，囡仔嘛知识会成长，哦，就是教甲学拢相长，互相拢有成长。那么伫中国这个教内底，教讲爱尊师重道。你若做学生，不时就举手发问，老师心内就讲，这个是问题学生，有无？给你点油做记号，啊，你这都像柯文哲同款，哦，拢专问题。其实迄种人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较有才调举手发问问题。像种你若讲偷渡客，那对，以色列因的囡仔就随讲，老师不对，为什么？偷渡这个偷就是犯法的行为，是偷渡犯，对不对？爱偷渡犯，因为你要去人的国家，你绝对要经过申请合法的程序。啊，比如咱要去美国，早期咱得要去美国 AIT 啊，美国大使馆申请美国签证嘛。有迄个签证，你唔该会当摕你的护照去到美国的海关检验，伊看你哦。你伫台湾有经过阮大使馆，阮的 AIT 签证 OK 吼，会当互你入。你若无这签证，甲你原籍遣返嘛。OK， 过来，
现在变伫台湾用偷渡客安尼，大家人人上岸拢无发现问题，就是所有的边境咱的海防，吼、哦，咱的这个迄落海巡署，还是警政单位，主管拢是中国人，台湾人拢做副的，做较低级的，吼、哦，啊，所以那去掠到为迄阵早起拢为迄、那个。平潭岛，福建，吼、哦，闽清哈，迄、那个外海有一个叫做平潭岛，福建的上大个岛。因中国个查甫，拢为遐坐渔船啊，为新竹渔港偷渡起来，也是为屏东个那边东港放寮偷渡起来。啊，那许海巡也是警政单位掠到，啊，记者拢会问，我、哦、这个掠几个？哦，我们抓了六个偷渡客。啊，因个讲偷渡客就是。遐主管拢啊，即阮大陆遐亲戚来收吹嘛，后来台湾收吹，无经过合法，但是即拢人客，即块人客，所以就拢发布讲即偷渡客。如果是合法，那就甲抓起来，唔免嘛。你若讲偷渡客，即个逻辑哪会通？安尼连讲咱当个咱兜拍开锁匙门拍开入去。啊！发现小偷伫内底偷的物件，来不及逃走。啊，咱若叫安尼，哎，甲讲，哎，小偷客你好。啊，冰箱有凉的，你有开开食无？啊，人客爱以礼相待嘛，啊，所以这逻辑是错误的啊。过来，咱讲哦，今嘛是民国几年？好、哦，咱嘛讲啊，我民国几年生，对吧？咱嘛讲到人人上国啊！这个中华民国1949年的灭亡啊，就许毛泽东政权甲消灭掉啊！啊，咱即马还搁咧用这个名号，嘛足奇怪。这幽灵国的幽灵国号名号吼、哦，啊，这唔对爱改啥？嘿啊，全世界拢嘛咧用西元，吼、哦，还搁咧用民国啊，真正。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啊，这句话嘛唔对，爱改做啥？嘿，中华民国无唔对，爱佫加一个流氓，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流氓总统啊、哦，包括李登辉嘛是哦，中华民国流氓总统李登辉，啊、哦，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台湾总统，啊、哦，好，来。讲台湾退出联合国有无？啊，这句就较简单啦吼。是中华，有个人会讲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啊，这嘛无正确啦吼。因为是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啦，吼。即马，这中国迄个名牌拢无换 ，China 迄块伫联合国迄块 China 名牌拢无换，中国无退出。只是换政权，啥物人咧？伫中国迄个地区咧执政，迄、那个政权派代表出来。较早是蒋介石的代表，即马是毛泽东派代表入去坐迄个位，吼。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吼，即句咱嘛定听了。哇，咱台湾退出联合国，台湾跟美国断交。头拄仔这台湾退出联合国，我定记一个咧。我从来唔捌入去这个房间啦，吼！啊，你讲看我为迄个房间行出来，迄叫做啥物代志？发生啥代志？看到鬼！我也无惊入去房间，你讲你看我为遐行出来。台湾唔是国家，所以台湾从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台湾就无可能，台湾若无入去联合国，就无可能为联合国提出来。你看到鬼！吼！啊，美国跟台湾断交。这唔对嘛？美国是跟中华民国断交，哦，所以呐，好康诶，拢用中华民国，歹康就用台湾，哈、哦。过来中医，中医这句嘛唔对，啊，怎么变哪改？较早无中医这句话呢？日本时代拢嘛讲啥？唔是啦，唔是，汉医对啦，系啦。
日本时代台湾拢讲汉语，包括即卖日本，吼、哦，咱的母国迄边嘛，还阁用汉语，因无用中语。中语是中华民国来台湾了，开始用，伊伫要宣扬因中华文化、中国，就是用中医。啊，你若即个逻辑若会通，安尼连江若有一个姓吴的迄个起来做国王，吼、哦，像较早。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哈，嗯，啊那迄个姓吴的起来做国家的名吴国，啊唔爱改做吴一，啊都无一，哈、哦，都无一哈、哦，所以是爱叫古早就古早汉朝开始有汉语，一直到今嘛用汉语，哈、哦，来，啊雷公拢讲歹人。即句话伫台湾无适用，你讲拢讲啥物人，恁知无？有人知影无？吼、哦，内行诶，对。你讲拢讲台湾人，会做田人。安那？咱台湾诶，咱诶老一辈，因早期透风落雨，单位讲嘛爱出去巡田水，有无？去做工课，安那？落雨，反正夏天，你。好天无落雨，你做嘛规身躯干，规身躯湿咪。啊，落雨顶多较凉咧，反正拢湿嘛。唔知啊，好兼做工课，凉凉啊做，结果不时都许雷公讲的。啊，透风落雨，因中国人伫台湾咧创啥？伫眷村内底咧拍麻雀、包水饺，雷公甲讲伊讲会着。你感觉食到中国人伫台湾种米来互你食？你捌食过无？捌食过牙齿，我看无嘛。所以你讲，拢讲台湾人嘛，对不对？来，不要把无知当幸福。好、哦，有真侪人，好、哦、假清高啦哈。伊讲伊是无党无派，啊，无咧插政治啦。哦，当民政府，啊，迄恁去恁去布德啊，我们无咧插，真侪公告人员、军公告人员拢是即型，吼、哦，自命清高，啊，迄政治迄足黑暗的，吼、哦，足垃圾的，我们无咧插。但是你也知影，政治是公共事务，你无要插，政治会来甲你插呢。你拢因个人就是甲恁教育讲，哦，叫咱政治卖插。恁遮想要插政治，拢先甲你杀掉。二十八事件，遮个人杀掉。啊，你若去插政治，你若无我国民党去插政治，连袂不挖一个窟窿，你，互你跳，甲你抹黑，甲你掠去关起来。所以老一辈讲一句话：，哦，饭加食寡，话减讲寡，政治卖插，卖插政治。好、哦，啊，国民党是无互你插，拢因咧插，因咧掌控。啊，国民党你就知影上乌的嘛哈，因本来蒋介石伊就是青帮的哈，迄、那个部队的组织内底青帮哈，因中国有青帮加红帮，红帮哈，红帮即马伫海军内底系统内底拢是爱加入红帮，所以因为你若无咧插政治。啊！你若比方你拢阿未来，咱台湾民政府受这个法理研习因的是，你对台湾的真相无了解，你会帮讲啊？反正我都有钱赚到啊，我都有钱到啊，啊，政治我卖插，我都足落场的，我心内无负担，对台湾无负担，无想讲要替台湾扛什么责任，要安怎替台湾来找一条生路？啊，帮我中国人继续甲咱管。这是足不长进的想思考哈，啊，所以真侪人吼，像讲你的亲戚朋友招你来要来遮上课，这个人是你的贵人、有心人呐，哈。啊，那么我来讲一个故事。古早有两个兄弟啊，吼，自少年拢太低，啊，太到四十几岁吼，这兄哥就觉悟讲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因古早
无闹钟吼，所以拢两个约束讲，看啥物人先醒起来，就叫另外迄个起来。哦，所以若哥哥醒了起来讲啊，弟弟，天光后起来来抬地哦。吼，啊，即马迄哥哥开始食菜念经拜佛，同款嘛是先醒就搁叫啊，弟弟来起来抬地哦。啊，若弟弟先醒起来就讲啊，哥哥起来念经拜佛了，安尼，结果两个拢。你会老啊吼，拢过往去了哇！这个食菜念经拜佛，这个哥哥煞下地狱啊！去到阎罗地府，看阎罗王在火啦。我拢念经拜佛，啊你奈，互我落来地啊！啊阎罗王看看，哦，啊你在生你拢怀着好心做坏事呢？有哪有？啊你唔是拢？透早起来，好意叫恁弟弟起来，啊，叫伊去抬地，讲吓啊，啊，所以你爱落地角啊，你做歹代志啊，啊，弟弟上天堂，伊是怀着好心做好事，起床就叫哥哥，啊，起来念经拜佛，所以伊上天堂，哦，啊，所以有人去鼓励来遮上学这人，他是怀着好心做好事。但是是不是有人咧朋友拿伫边啊？哎，买哦！哎，嘿，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哦，你莫要骗你哦。哦，啊，这款人，伊是要保护你，伊嘛爱护你，惊你用骗。但是伊可惜，无来遮受，无来实际来遮了解过，伊就断章取义，又让听来。这款呢，就是怀着好心做坏事，安尼知不？啊，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好东西，吼、哦。这个东西，那唔是啥物好的语言，吼、哦。因为你，咱咧听人咧骂人，拢嘛听讲你算什么东西，好不好？表示歹嘛。咱唔捌听到人咧骂讲，啊，你算什么南北？无嘛，拢嘛讲东西，对不？啊，咱台湾是唔就出产香蕉甲山啊？哦。足芳足好食，日本人足爱食，因为咱个地质、个矿微量元素矿物质足个。因为台湾有农业，原来只三四百年才有呢。中国迄五千年吼，就甲因所有五千年，就甲土地所有的养分拢抽了去啊，吼，所以因种个物件歹食。但是你若甲台湾个香蕉山送去厦门遐卖，卖不到好价钱啊。因土地俗，人工俗。因买顶种金蕉山出来，啊，咱如果运加一个运金，啊，咱台湾土地贵，人工贵，所以伫台湾一斤金蕉，若讲哦20块，你去遐要卖吼，你阁照10块卖，你着卖输因。因讲，我炒作2块来咧卖安尼，代表10块伊来咧卖啊。啊，你20块要哪卖啊？啊，咱阁成本若阁加去，运费加去，要爱加一倍40块。人就买10块就有通食，他台北甲你买40块。但是你若甲金蕉甲卖去日本的东京，上少台湾的3倍啦。那20块伫遐，上少卖60块嘛。同款，东日本迄边的苹果、富士苹果，也是来啊，到这里哈，嘛到这里咱台湾，那迄阵台湾还无乐山的来啊，也是苹果。迄阵要食苹果，拢爱食日本的。我讲了讲食苹果，我细汉我那为了我第一下食苹果是用回去换，因为我做囡仔国小2、3年级，我就算我装个囡仔头，我带6、7个，拢推伫我边啊，四界去佚佗，放风吹，乌，迄个乌蟋蟀啦，啊，掠鱼也有，啊，有一届吼，礼拜时啊，都耍甲无好耍啊吼，我发现讲。有一个池塘，人有饲鱼啊，啊，也有饲鸭、水鸭吼，番鸭迄款嘞。我种无聊啊，无，大家来连看啥物人个，较好牵会着鸭。啊，我徛头前，因徛后壁，捡一头，迄落徛无地，拢抓住一条牵。啊，后壁一个空壳个吼，抓袂准，抓一条石头，有牵讲有啊头，牵落啊流吼，牵、哦、一个我真正满天钻金条，我要昏去啊！啊，阮
早起我拢穿迄款棉纹底仔的内衫，有无？啊，就中美合作有无？棉纹底仔，我就看就较清楚个看，哦，规拢花啊！后壁遐几下就开始咧哭，嘛看了捌看了花遐济安尼吼哭，吼、哦！等我较好，我紧记咧，赶紧走转去，我妈妈就徛下来，才载我去店内吼，去予医生看。扎好带，拢扎安尼啊，欠下一个必胜安类啊。嘿，啊，阮妈妈唔甘吼，伫火车站头前有咧卖咧咧咧阿爸迄个苹果，吼，富足苹果买一粒，吼，迄粒有够香。我阵迄粒苹果摕咧洗碗规整，互阮遐同学打拼，唔甘食，吼，伫遐臭屁了一礼拜。你苹果算足高单价，迄阵进口的物件贵松松，若要无饭通食，个人食苹果吼，迄、哦、是苹果的滋味，是用血换来吼、哦。好，啊，所以你看，因的苹果来啊来遮卖，嘛是三倍计少。所以台北市的迪化街咧卖叫做南北货，因无咧卖东西货，安知影无？南北货较有钱赚。东西来了钱，所以东西就会向讲：你这算什么东西？无人爱的物件，你摕来遮卖，吼、哦！包括高市、三凤中街嘛是卖南北货，因无咧卖东西吼。好，咱来看伊中国来拢啥物东东，韩流吼、哦！你看，我昨来也三条两公，我都支气管都过敏都发作啊，吼、哦！都昨都烧啊，都流鼻水啊，所以。我对这寒流，我都长了感冒啊，所以我对这寒流足感冒的。吼、哦，过来沙尘暴，啊，这沙尘暴十几年前也无，吼、哦，为十几年前开始较有诶，拢为中国来，对不对？东北季风，吼、哦，一阵啊，就沙尘暴就有啊，吼、哦，啥物原因？就是这个毛泽东这个天才啊，计较啊。伊为着买啥物超英赶美有无？用这个土法大炼钢有无？伫人民公社边啊，就拢叫人起土炉啊，啊叫人边啊树啊撮撮咧做火柴要炼钢。结果，中国树啊撮了了，啊树啊撮掉，无啊多水土保持，因为树啊会当含氧水嘛吼，啊佫会当阻挡雨水直接冲击地表。因为整个生态系啊，大乔木、中乔木、小乔木、灌木，啊加那个地被植物，过来地衣，迄雨水滴落安尼，看看神，到到尾啊落落来，都拢种软烂的土皮哦。你若雨水直接撞击裸露地，土浆喷开，水船流去，溪船流去海，表土流失。啊，即马就是遐个树啊，互你撮掉，根尾啊，几啊十年后，遐根拢烂了去，无多水土保持，所以土地就沙漠化。啊，沙漠化，东北季风开飞起来，哦，较油的飞到去台湾来。这个毛泽东的杰作，哈、哦，杰作。毛泽东个另外做一个，就是因迄阵粮食欠收，啊。毛泽东执着，是安怎那个？咱种个粮食无够食，啊！迄农民甲反映讲，啊，都拢要出家食去。我毛泽东就生气讲：好，下命令叫人民公社，也是砖头，每一个大家拢轮三班坐，拢摕当鼎西碗起来赶鸟啊！啊，迄鸟吼，又分班坐，日时啊，你只赶飞遐，迄边也咧赶。无地好好啊，歇落来歇困，连暗时啊都无通好啊困。天刚了，遐鸟啊无食，无困，困，遐鸟啊拢软脚，歇袂调，拢落了土啊。啊，遐人，中国人就拢去过，行行食鸟把食了了。结果，过过一年，饥荒搁较严重，因为遮出鸟是你整个，你敢若丢水。完了成熟，伊甲你食迄一礼拜，甲你食尔呢。剩的时间伊要食啥？伊拢食遐害虫啊！啊，即马你出鸟甲
掠死了了啊吼，果然无遐毛毛虫无天敌去食，无即个杂食性的雀鸟去食。哦，毛毛虫煞甲遐猪仔都压袂大长，都青青遐薄软，用毛毛虫食了了，无多生稻米出来，所以枵死搁较侪人。啊，就讲讲毛泽东真正有戆吼。过来，即四五年来开始有雾霾，有无？这就是跟咱早期台湾牺牲环境。早期吼、哦、四五十年前，台湾中国人拢叫咱台湾牛，拼经济、拼经济、拼经济，干那叫咱认真赚钱，纳税金，互因去外国。啊，所以什么都接呐，外国高污染、高耗能，因无要做的，拢落定单互台湾人去做，像石化工业，台湾两间。石化厂就可以，清洁炼油厂，那一清二清就 OK 啊。只要咱做到三清、四清、五清、六清，甚至要搁七八清，张斌讲的本来要搁七八清有无？是迄个环保团体硬甲挡挡掉的。啊，迄阵迄个白夫总统吼，白敦义吼，伊无讲这个，迄个白海豚会转弯有无？即句名言吼。啊，所以台湾这款石化高污染的工业，人后边的国家啊，包括澳洲，澳洲无啥物石化工业，伊甘愿伊有迄个技术，伊不爱在伊遐做。澳洲是土地咱台湾到要200倍，人口跟咱差不多，才有2400万，但是因土地遐宽，他们都舍不得污染它，所以就常常叫咱台湾人生产塑胶零件。污染在恁台湾，啊！恁台湾人敢若赚一丝仔加工的钱，但这款污染真济拢算在咱台湾人的身体、台湾的土地，无多种出健康的粮食来，互咱家己食。咱家己种的作地拢高污染的，牛是家己咧食毒。讲到毒，我讲头，咱比如你嘛讲电信这个恶疾，用毒药互咱食十几年啊！吼，我来讲一个故事。有三个人去巴西亚马逊河探险，一个日本人，一个韩国人，一个美国人，组一个探险队去。我去煞迄个遐食人族掠去，啊，第一天就掠美国人要杀来食。美国人讲啊，买来我规身骨拢肥肉，我那么多吼，嘿，歹食啦。但是伊嘛是甲杀掉去。第二天就杀韩国人。要抬就讲，韩国人阿麦啦，我规身躯拢假啦，啊鼻啊拢鼻的啦，吼、哦、啊对啦，拢是假的，赶快抬掉食掉。第三天要抬这個日本人，日本人甲讲一句话，时阵就甲放掉。伊讲我台湾人，我伊甲骗讲我台湾人，我身躯拢有毒啊，拢食。毒油啊，吼、哦，毒的农产品啊，因为做些农药残留，哦，迄食人族听了，惊啊，甲放走。啊、哦，关键就是听了台湾人拢身躯拢毒吼、哦。好，过来哦，郑成功，即个那位中国遐来，伊先讲咱失败，啥物原因？你阿想？1624年，荷兰人来占台南安平。同迄年，荷兰人嘛去占美国迄阵的纽约的曼哈顿，伊甲曼哈顿遐开一个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吼、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迄阵是吼、哦、世界大个港口，啊，伊遐甲号做新阿姆斯特丹。啊，你甲想，300几年后，吼、哦，要400年后，纽约变作。世界上大的都市，上先进的都市，啊，咱的安平，咱台南，台南较早讲台南府吼，伫台湾一府二鹿三艋舺有无？台南府第一名。啊，你看即卖呢？即卖伫台湾第一大都台北都，第二个高雄都，第三台中都，台南煞变第四都。伫台湾伊连第一名都拼无呢？啊，你甲看，安尼是毋是？地震公害，吼、哦，伊害咱无多台湾
会当发扬光大。吼、哦，你若讲继续荷兰人，伊卖甲赶走咱安尼，这三四百年拢荷兰人伫遮，咱跟荷兰人混血，荷兰上先进，伊阵会当全世界甲上新的作物，吼、哦，那个品种啊，甲技术引入来台湾。台湾迄阵有番仔花，荷兰人引入来，吼、哦，阿门陀，即种迄阵的先进的物件嘛。哦，啊个，你讲像那荷兰，敢那一个菲利普，哦，一定行销全世界，哦，这荷兰人哦呢，足强的一个民族，哈、哦。啊，咱啊，堪比安尼三百几年一直混血，啊，你怎啊混血？查甫会烟斗，查某会水，吼、哦，安尼头毛红红，鼻啊嘟嘟，目睭个绿绿，啊，混血人，咱达人拢一八零以上。啊！你若像即摆开放中国人来台湾观光，因大家拢爱惊到哦，逐人拢遮大张，目睭绿绿，鼻仔嘟嘟，头毛阁安尼红红。这毋是咱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语言拢搭荷兰语啊，吼！那有咧讲像咱即摆咧讲闽南语，还是北京语，伊就袂讲咱是伊的一部分啊，吼！所以伊先讲。咱失败对不对？好，过来，我大清自来，他都要讲啊，212当无在条开一条纵贯线、台一线哈、哦，所以有够两公的哈。过、哦、来，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我开始讲啊呢，中华民国海台湾，哦，伊若卖来吼，咱即马看日本兵进步嘛，就是因来咱，咱日本差不多40年前都新干线啊，都高铁啊，我咱。6-7年前，咱才开始有高铁的呢，吼、哦。哦，咱输日本输忝忝。本来咱日本来甲咱管，咱1935年日本在台始政40年，台湾就办世界博览会啊呢，好不？1935年伫台北就办世界博览会，表示另外咱迄阵最重要关。阿强啊，敢那2010年。他办一个什么上海世界博览会有无？2010年，减掉1935，安尼他偌久？65当了，75哦，输咱输遐远吼。结果，咱即卖了即款三流的国家咧，甲咱管吼。好，啊，蒋介石，啊，这臭一头啊吼，老一辈早就讲了哈。甘愿承着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袂瘾承着即条，承着即条臭石头。因为广岛长崎因差不多30年的重建恢复正常原，恢复重建原状，哈、哦。结果即条臭石头，甲真要阁遗害台湾，真足侪学校内底要阁采即身迄个恶人的铜像，哈、哦。所以这遗害台湾百年，哈、哦，包括伊。思想，伊个影响，爱影响咱几啊代，吼、哦。好，来，咱来分贴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啊，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啊，这是2004年10月25日，吼、哦。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伫北京访问时，记者咧甲问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是啥物地位？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哈、哦，这个鲍威尔就是1990年第一次波湾战争，伊伫遐做指挥官，迄个非洲裔的鲍威尔，尾啊做个国务卿。哈、哦，好，那么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哈、哦，我和境外的国内就是讲，美国人要来台湾，伊嘛要摕护照才会当入来，但是台湾。过去哦，美国用台湾关系法这个国内法来管台湾，来控制台湾。好、哦，那么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只是伊把这个管辖治理权委托台湾地理当局代理来管理。这个台湾地理当局不一定是流亡中华民国，哈、哦，这个监管，包括民进党监管起嚟，嘛是叫做台湾地理当局，哈、哦，阿边啊去做，嘛是属台湾地理当局。台湾是不是国家？有国家有一个认定的标准，咱来看，有4个：第一要有领土，第二要有人口，
第三要有政府，第四要有外交官，你都要有这四个，安尼你才是一个国家。好，啊，咱来检讨讲，台湾国，因定在咧讲台湾国。好，你台湾国敢有领土？歹势，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哦，有啦，我有2300万。歹势，伊这个人口，恁即马暂时拢摕中华民国的护照，吼、哦，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嘛不是你台湾国。你也无发身份证给因哈？有啊，我有政府，派者这个政府叫做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唔是你台湾国政府哈、哦。有啊，我有23个外交的国家，派者你甲摕建交公报出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派外交官出去跟人签的，唔是你台湾国派人去跟伊签的，所以你嘛无外交权，所以这四项拢无，看起来改成拢有。但是你拢无，所以你绝对唔是一个国家。你拄啊改成一只狗，哦，你身躯啊洗好清洁，我那西装甲穿个，内裤带甲拍去，啊，看个有头有耳，有脚有手，足成人。啊，你着甲砍个，讲我带你来户政事务所申请身份证。台湾足成安尼啦，即马台湾人。好像什么都有，其实你还没有进化，变成一个国家，所以你无可能加入联合国，你嘛无可能变成一个国家哈。你若唔是一个国家，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哈。好，过来讲啊，咱拢拜关公啦，啊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咱拢是中国人。这个逻辑哪通啊？安尼呐，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安尼嘛？我说这逻辑唔对，用汉字嘛唔对，即嘛日本嘛爱咧用汉字，日本跟中国人唔是啊？新加坡嘛用汉字，你刚才听讲新加坡是华裔安尼俩，包括韩国较早嘛是用汉字啊。哦，因个首都较早叫做汉城，吼，即马改首尔。哦，啊，因尾啊，因加因个新创即个韩语哈、韩文，哦，所以韩国就做者，我看做者圈圈呢，啊，就迄敢像迄蒲迄款，吼、哦。所以即个逻辑未通，哈、哦。好，你若讲即个会通，安尼呐，讲英语个拢英国人吗？印度是毋嘛？这个菲律宾拢讲英语呢，伊敢英国人？唔是啊，吼、哦，我这所以这个逻辑未通。好，过来，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边呐，因为陆海空军司令部将要裁撤，干那改做存指挥部，即马21万5的兵力，爱精简甲存12万，而且这开始咧实施募兵制，好、哦，那么。三军的司令部裁撤，那么谁要发号施令？我指挥部，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哦，是美军的发号施令啊。甚至呢，战争的时候，哦，就是讲，万一台海的这个制空权、制海权由阿强阿退，阿强阿要登陆，开始要登陆台湾。美国有一个想定的，就讲你中华民国的国军，你的国民党军呐、啊，国民党军简称国军呐、啊、哈，共产党军简称共军啊，你中华民国国军，你往内陆撤退，沿海哦，西部沿海撤退10公里，进攻，好啊，美国来得啊，因为你都啊决定了啊，我那要拍阿强啊，唔多给你误击哈。哦，美国不希望你往内陆撤哈、哦。好，那么美国军事政府会入来台湾哈、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人员爱撤退去金门、马祖，还是福建的平潭岛。好、哦，这个福建平潭岛已经跟大中港伫2010年10月30日的首航啊，哈、哦，为大中港到这个平潭3点钟。那么今年海峡平潭至台北港首航2点半钟就到，台北港就是
万里哈，八里了哈，八里了，八里港哈。那么，一架船啊哈，一定载760旅客，啊加240小客车，好，2013年的运量一定到180,000人次。以前因联合报的电子报有讲，北部地区哦，台北港的运量会比台中港的运量较大，因为呐，早期因遐难民为中国走来，拢为吉兰高登吉兰港登陆的较济吼，所以拢住伫台北管区，所以要为台北港出去的人，将来运量会较大吼。好，过来咱来检讨。是那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我咱过去那听了这句就啊阿强要甲咱拍，对不对？哦，咱拢是咪按诶思考模式，其实唔对。即咱来看哈，2006年5月，陈水扁访问中南美。那么，迄阵阿扁也已经第二任嘛哈，所以开始无要跟美国的总统配合啊，第一任拄就任足听话，跟小布希配合了足好，所以第一个阿扁啊要去中南美洲的访问的时，小布希给伊飞行机，专机直接飞入去到美国本土的纽约，可以伫纽约，伫迄个饭店门口就可以当落车，行去跟咱代表握手。啊，你会记，李登辉。你准备去中南美访问，李登辉咧讲两国论，吼、哦，啊，造成美国真大的困扰，吼、哦，美国啊，真起码是真歹，伊咧想要改变台湾地位，所以美国甲安排讲，啊，你飞去夏威夷，这个我的唔是本土夏威夷州，吼、哦，去啊加油了对啊，所以李登辉原来真无欢喜，所以迄阵咧。AIT 的处长登基哈，理事长登基去甲拜访的时，报纸媒体是甲报讲，李登辉为了表达伊的愤怒，所以伊穿困衫困裤出来接待这个 AIT 的理事主席。啊，李登辉个咧揣是讲，伊是穿便服啦，唔是穿困衫困裤哈。好，这个代表双方拢无欢喜哈。啊，所以。阿扁啊，第二届2006年5月要去中南美访问的时，迄届阿扁啊就开始要公投，要行台独的路线，即就踩到美国的红线，所以美国就甲安排伊的飞行机飞去阿拉斯加安克拉治，吼、哦，伊也去加油，伊也和阿扁啊都赶甲皮皮出，就是代表美国安那无欢喜，所以即马。阿扁去中南美访问，要回头要回来，美国要搁安尼个安排，阿扁啊，我那挡袂了，起码歹，准袂见照美国安排，阿唔来陪伊有无？迄阵，哦，通牌媒体就报说讲阿扁啊胖见啊，迷航之旅有无？唔来陪伊，结果就是陪伊去中东迄个利比亚，去含哥他会派伊个鹰囝。去接近阿扁啊！吼，啊，你知影哥大会跟美国是对立的，和阿扁啊，这招愈引起美国的生气哈。好，啊，咱来看，迄阵呢，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哈，这这个副国务卿就是类似差不多中华民国系统的副行政院长啊。哦，伊安怎讲哈？伊伫2006年5月13日哈。佐利克日前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让我清楚地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你做一个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这样率直，把台独和战争直接紧密挂钩，这是过去足罕见的。好，啊，咱过来看，伊个讲，这是好啊，个话讲较白，独立。代表战争，这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要创啥？打台湾嘛？欸，开玩笑，台湾这块土地底下伫我美国手里，我爱负责保护啊！
你要甲我提对，这主人是日本天皇的呢。日本天皇若提钱要来甲我赎回去，我爱原封不动交还人。啊，你要甲我提对，等于讲手表啊，你登伫我遮，罗马要来甲我抢去，我店长吼，当店的店长，我嘛爱甲伊拼呢。好、哦，所以你代表战争是美国要甲咱拍，唔是阿强啊要甲咱拍。阿强啊，抓头抓尾无命。好，过来美国讲台湾袂使公道，吼、哦、阿扁啊嘛足受气。啊，恁美国号称自由民主，吼、哦、法治，啊恁家己咧办州长选举，不是来得着家族的民生的议题咧公道？啊，阮要办公道也袂使。阿扁啊，迄阵想要办独立公道，但美国知影讲这足危险的。因为台湾人一半以上的台湾人读较无清楚啊，恁拢认为恁是中国人啊，千三万的中国人，啊，你一千万的台湾心的台湾人，你公道就会输啊。啊，咱来看2008年到2014年，2008年通牌马英九对独牌迄个谢长廷有无？输200万票，有无？啊，小英2012年。哦，三只小猪千个瓜，安生温年，哇，还佫输800万票，有无？哦，咱就是台地公破迄个竹筒啊，迄存钱筒，有无？安尼你佮支持，热扑扑，嘛是输800万票。迄两场你若佮当作统独公投，咱独排输嘞，对不对？哦，这问题足严重嘞，吼、哦。好，过来。那么，现在美国爱咱台湾民间训练4000个人员，加荷花41万人，台湾政府是怎样？当时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蒋介石派陈仪哈，伊个部队来台湾。迄阵陈仪派差不多1000名的人员来台湾接管台湾。迄阵台湾的人口还有600万。那么，现在台湾人口要400万，嘛2700万，差不多4倍，所以。1000个乘以四，4000，哈，这数字是美国安尼整来哈、哦。那么41万分呢？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这你上少你台湾民政府你要有这基本的支持者嘛？去请你的台湾政府所发的身份证，啊，这人将来嘛是一定伫全台湾各管区宣扬台湾民政府的这个主张啊，啊，加招人来。做台湾人来请台湾政府发的身份证，吼、哦，哦，这有要有一个基本的民意，吼、哦。好，过来第三个大项，咱来讲，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加一寡迹象。因为真侪人你讲咱台湾即摆有美军占领，讲哪有啊？我拢无看到美军。好、哦，啊，所以咱为一寡法律甲迹象来讲，第一，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这个是。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45年8月17日，由当时的总统杜鲁门总统，迄阵迄个罗斯福已经过往了，所以副总统杜鲁门去来接，哈，授权和麦克阿瑟将军，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受降日，伫迄个日本的东京湾密苏里舰艇湾来发布，哈，以后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接受伫台湾的日本军导航甲缴械，你注意用命令，蒋介石是被这个命令了。啊，因为蒋介石迄阵敢那是中国战区的元帅吼、哦、总司令，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那么咱台湾是规划伫太平洋战区内底哦，咱不是中国战区哈、哦。啊，那么。杜鲁门总统是盟军所有的欧洲战区，包括这个亚洲战区的总司令啊，最高元帅，所以伊会当发布命令啊，叫命令蒋介石派代表来接管。啊，这是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日本欠两条原子弹，日本去拍日本，拢是美军单独作战。包括美军来空袭台湾，拢敢若美军，吼、哦，所以伊才有权力分配盟军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包括
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北朝鲜的北韩，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爱向苏联军远东区的总司令来导航。苏联军头前有挂苏联这个国名，但是一号命令命令蒋介石，接管北纬十六度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包括台湾甲澎湖，是向中国的这个蒋介石导航，但是无挂中国这个名，伊干呐？蒋介石头前无挂中华民国，什么原因？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政府，啊，要啥物人要代表，所以袂使挂中国名，因为中国迄阵有一个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毛泽东的延安政府，包括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有无？搁一个满洲国有无？啊，啥物人要代表，所以袂使挂名，因为挂了毋知是啥物人要代表吼、哦。好，过来，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美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那么第二十三条 A， 确认美国是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身份。当然，这日本是包括日属的台湾、澎湖，哈、哦。啊，这是足重要一个法律的条约哦，哈，这是国际法咯，哈、哦。过来，对日合约拟定跟。五十一个同盟国协商，这拢是杜勒斯咧主导甲分配。这个杜勒斯不要，那做甲美国的国务卿，哦，伊当时迄个美国总统聘任做协商大使，要跟遐同盟国遐一个国家要协商，要起草旧金山和平条约要哪写，哈、哦，这足大工程的，哈、哦，啊，拢美国咧主导，啊，那毋是英国，还是法国，还是苏联，无咧。就是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哈，台湾管理法哈，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但是1979年4月7日，因为美国国会参众议院高票通过台湾关系法，啊，赶紧追溯到1月1日，哦，这是因为。美国伊咧定的是，这个台湾管制法是美国国内法。美国伫因国内订立，拢无招咱台湾人参加，吼、哦。定好进行实施，嘛免跟台湾人参详，都伫台湾实施啊。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照权利靠这个义务来订立，吼、哦。咱毋捌听过有英国台湾管制法，还是法国台湾管制法，还是苏联台湾管制法无？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较大强个国家有中美英法苏，啊，他独独干那美国出兵咧定台湾管制法，就因为台湾迄个美国占领哈。好，过来，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哦，这是美国要跟阿强啊签巴黎公报，啊，这都要跟1949年这个。美国对华白皮书，迄、那个美国对华白皮书一个宣布出来哈，国共内战的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这是压垮国民党军最后的一根稻草，等于美国宣布讲无要阁支持这个腐败蒋介石这个军队的这个政权，所以规个民心失去溃烂啊，一下就兵败如山倒，准德蒙来到台湾。啊、所以现在要再签这个白纸公报的时候，哇，蒋经国那时候做中华民国流亡总统，他、那时候很紧张，台湾那时候民心躁动，所有有钱人都在卖厝卖土地，赶紧都在办移民，想办法把资金移回国外，想办法要逃离台湾，要拿外国的护照、国籍，台湾很动荡。所以蒋经国透过伊个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要求讲：啊，无啊，拜托你发表一挂声明，还是保证来安踏伫台湾遮中国人的心，包括台湾人的心。啊，所以雷根总统有听入去，好、哦，所以伊
发布对台料六项保证，啊，咱来看伊讲啥。第一，美国无伊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注意吼，只有两个对台军售，对台军售，这个台是台湾关系法内底台湾治理当局，唔是台湾人哈，唔是讲要甲武器卖予台湾人。美国即马在管台湾的这个治理当局，哈、哦。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第四，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第六，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讲。对台湾有主权的这个主张，哦，这点真重要哈、哦。台湾不是你中国的，哦，台湾嘛不是美国的，是天日本天皇的暂时底下的美国手里，哈、哦。好，啊，这第四条，美国未修改台湾关系法，其实因为真侪中国人拢认为讲，这点足重要，因为因家己知影。在保护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军队，是美国的第七舰队、哦啊。所以台湾关系法对恁中国人来讲足重要，这应该心知肚明。但是拢骗咱台湾人，讲哦，因咧徛的兵咧顾台湾，咧守台湾，所以因咧国军哦退伍会哦对这些天皇军人拢特别优待，因天皇落来就叫做农民，啊，咱的农民。提落来嘛是农民，啊，听起来拢同款，吼，拢农民。结果人因咧领一万三千五时，咱领三千，无早期啊。是阿边安尼硬愈较通过这个三千，啊，尾啊做加码农民会当领到五千，吼、哦。那么是安怎？因拢也无啥物收钱，因来台湾较有啥物赚着？而且迄阵。古林头战役有啊，正港咧替因中国人咧守诶，守金门码头啊吼，是咱台湾军，你知？因为因中国军听了阿强啊就软脚，所以阿强啦呛声讲要摕广州，中国军因就撤退，扭差不多扭出来，因为怕国民党拢输赢啦，国共两。党的党军呐、啊，拢总是黄埔军校出来军官啦、啊。迄阵黄埔军校的创办是钱是苏联出的，苏联嘛出武器，哦，步枪这武器。迄阵蒋介石做校长，周恩来做教务长，所以底下教出来。嗯，啊，你国民党军用的什么步啊？共产党军拢嘛知啊，咱都啊学，咱学拢共一套啊。所以，你像毛泽东安插间谍在蒋介石的身躯边，所以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战略迄个技术拢流出来，毛泽东知，所以建炮拢建出。所以听了阿强啊，准备渡海要摕金门的时候，哇，中国军就烦恼啊。但是蒋介石好佳在，伊较早留日，啊伊嘛知影，伊是伫日本的部校。咧洗马诶，吼，士官学校咧洗马。那么伊知影讲日本强，而且日本迄阵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北军吼，迄、那个关东军啊，伫东北遐咧砍阿强啊，迄小战拢赢。所以派伊秘使去日本，邀请迄阵诶迄个根本博将军吼，就是伫东北咧砍阿强啊小战诶迄个长征将军，请伊来台湾替伊。算重新部署伊个部队，整个战略拢听日本个军官吼、哦，啊，所以日本即个根本中无将军，帮他找吼、哦、七八伊个幕僚做伙过来，来台湾义服，包括义民，就是穿因中国军个军装，名改做中国名，改做林本源吼、哦，所以已经指挥官换人啦，换日本人，而且迄阵。孙立人将军伫
南部高雄红山训练咱台湾军，哦，有一书，迄书拢要有一本思想诶，日本诶武士道精神。因为着家园，哈，为着要顾台湾，所以迄个派去金门咧战诶时，因毋捌打过败仗，所以因嘛毋知要哪投降，所以因咧奋勇作战。啊，日本诶即个金门罗将军用口袋战术。在这个廖罗湾，伊讲来，因登陆的时候，咱惊啊抵抗，廖就撤退。啊，阿公啊，过去就拢知讲啊，恁我若来，主动就撤退啊，就真正长驱直入入来了，开始包围战术，而且佫派这个舰艇出去外海，把因遐船啊拢放火烧掉。廖台湾军打死不退，哦，所以迄个掠几万人的这个俘虏。是安尼拍赢，是咱台湾军拍赢。伊遐老士官吼，遐中国军拢比伫后壁皮皮抓。听到阿公我落软卡，要他来修建，是咱台湾军建赢。所以古林头战役，迄阵的郝柏村，敢那底下做连长呢，也是排长，是伫根本部将军日本将军的指挥之下。啊，所以即马咧臭屁讲，啥物古林头战役因外英勇，臭屁，袂见笑。咱敢捌听到其他国家对咱台湾有任何保证啊承诺？哦，这个六项保证，你若跟美国台湾啊，跟美国无相当的关系，像那美国人爱给你保证，你是因囝，差不多是安尼讲啦。啊，都阮囝啊，我给你保证，阮这个囝足好个，我好啊保护，好无？你若无关系，哦，就敢那讲，一个女孩子，你若要。甲追求要甲求婚，你若无甲保证，伊敢要对你？恁两个一定发展到有一个相当的关系啊，唔够会当论及婚嫁，吼、哦。所以你若要甲求婚，你就讲啊，你若嫁我吼，我甲你保证，食好做轻客啦。我每一个月吼、哦、5万块，互你买衫裤啦；5万块，互你买化妆品啦，好无？啊，甲你保证，你唔较会留我身躯边。哦，也要给我，这一定有相当的关系。咱就是比占领嘛。好、哦，美国核电之一哈，咱都要跟他秘书长嘛提起。你若当选中华民国流亡总统，拢来接到美国的核电。好、哦，这跟他讲，以前用派，好不好？一号命令派蒋介石好来。台湾吼，啊，互伊做台湾的迄个管理者吼，啊，就敢若讲，美国有一间足大间的书书店有无？伊来台湾开台湾分公司，啊，是毋是迄阵派人吼，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分公司，啊，过来派蒋经国。对啊，好，恁台湾人家己用选的，选一个李登辉出来做总经理，后壁选陈水扁，选即卖马英九，好恁台湾人选总经理。但是后壁要用选的，嘛美国那边的董事会爱开会通过，哦，所以白宫发一个贺电来给你祝，哦，你会当做即卖新的总经理，即卖叫做马英九，好不好？2004年。319枪击案，阿扁啊，巴肚用拍一枪，敲电话给连总，连总2000年拆开书，伊嘛合起来哦，明年甲要58%的款，稳赢的。所以阿扁啊，敲伊的是讲，啊，发生枪击案是毋是咱停止选举？伊讲嗯，啊，阮稳赢的，明仔票投落，阮就要做总统啊，算无要紧。结果，无想到讲他输20000+呢，啊！迄阵会赢一个原因，原来是枪击案激发台湾人的愤慨，拢出来投票。本来袂瘾出来投的，嘛含泪含血，嘛就出来投。包括迄阵李登辉发动一个228牵手护台湾有无？有去牵手举手我看嘛？有遮少？哦，迄阵恁阿未读个阿未开啊吼。我有去牵到足欢喜。啊，
赢两万几票，甲换算多赢偌济？0.228，吼，夭寿啊！去加要赔，敢那二二八事件，即个完全拢有出来运作，他赢迄个0.228，吼，嗯，所以迄个阿扁啊赢，接这个贺电子，敢那一般命令低效，吼，一脉相承，因为断交了，一般命令，吼，等等在的，所以美国爱赶紧定个台湾关系法啊。今嘛啦，新的总统都在美国白宫贺电啦，吼、哦，好。啊，迄阵阿扁啊当选了，哪也唔甘愿去霸占凯道，佮去占中选会，对不对？啊，所以一礼拜，迄、那个贺电拢无来呢，破破纪录。啊，阿扁迄阵看迄个 AIT 的理事，哦，主席夏新，吼、哦，一个查某的，吼、哦，有色，吼、哦。拜托伊讲，甲问看，啊是安那贺电遐久拢无来，夏金真正敲电话去问白宫，白宫哦，贺电准备好啊，咧等中华民国中选会公布当选证书，那公告起哩，贺电半点钟就到，哦，所以那也，甲另外拢知影，拢伫遐围围，那围不要好大压力个，保护迄个黄志成主任委。去打迄、那个、迄、那个当选证，就是打起水后那样拆掉。但是迄个连拍的相机有翕着迄个动作，传真去白宫，贺电半点钟就到。所以那样知影讲贺电到，伊知影讲大势已去。美国这个头家已经承认，即摆新的总经理叫做陈水扁，所以开头也散去。啊，无迄阵伫中专的客家迄个玻璃门拢客家破有无？啊，迄阵台湾人咧等这个贺电，迄、那个。规个心结规球安尼，爱好点搞，大家较心情较放轻松吼。好，好来，君主基地来做一个对比吼、哦。菲律宾有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有一个苏皮克湾美国海军基地，再来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再来古巴关大纳摩湾基地。过来台湾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哦，啊，你注意甲看，这个基地拢是迄个美国因为战争的关系，迄个占领还是割让出来的所在，哦，菲律宾甲古巴，菲律宾割让的嘛，古巴是放弃，西班牙放弃，琉球跟台湾，哦，嘛是迄个台湾是迄个放弃，但是琉球是美军，哦，占领，哦，啊，你看。那毋是军事，嘛毋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哪会有可能带去军事基地？无你美国哪毋爱去越南，我那设置军事基地，还是去阿强阿遐设置军事基地？迄拢毋是你占领地啊！吼、哦，所以这真标准的，以上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置军事基地。吼、哦，好，过来。咱从重点来来，再上个一点，有两点要记哈。依据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咱以伊拉克来做咧哈、啊。伊拉克第二次破湾战争了哈、啊。的九一事件，美国的双子星大楼由宾拉登派人给炸掉哈、啊，所以美国发动这个跟英国。伊美联军伫2003年3月19日开始攻击伊拉克，哈、哦，啊，无到两个月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战役占领区。5月5日，联合国承认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有权力，哦，这个定义就是美国军事政府了，哈、哦。但是来到2009年。六年后，英军将其撤军。那么八年后，哦，2011年12月15日，换美军将其撤军，敢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而、欸、且、啊、那一般人咧想，啊，这是咧拍头壳一空啊，开遐侪钱吼，那、哦、要开6000亿个美金，吼、哦，啊死1-2000人的美军，哦啊真侪军事设备嘛歹去。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气力，啊，那
爱撤军，那也不改。伊拉克变作美国的第五十一州，伊拉克州，啊是咧拍会多哎。啊，这就是因为国的战略化规定，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哦，伊那以前占领就并吞，但是尾啊国际法规定，所以你就袂使去占领，就袂讲并吞啊。为者你就了解哈。过来第二个要记的，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头拄啊，这个军事占领，你搁占较久，你就无可能变作你的领土。过一个例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去占领加沙走廊，占领38年，嘛是撤军。伊本来底下有屯垦区，你开足侪钱落去开垦，落去做一挂水路，好无？一挂灌溉系统，起足侪厝，个屯垦区。哦，8000几人伫遐住，啊，结果连部队，包括8000几个即个平民，拢撤退，爱行人，因为迄地毋是你的领土，你是因为小镇刚占领，哦，到尾伫联合国的压力，哦，啊个国际法的即个指导原则下，哈，以色列只有嘛爱遵守国际法，所以嘛是爱撤军，哈。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这两条你一定要记起来。哦，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你中华民国代替美军来台湾占领70栋啊，嘛无可能把台湾的主权移转给你中华民国，或者移转给你美国，无可能，因为国际法规定的，哦，这拢爱。所谓联合国的成员，拢爱遵守的哈。那么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你流氓来到台湾，哈，好六十六栋啊，哈，1949个是嘛？那么你来流氓来到这久啊，未使讲厝借你住，你住久讲这间厝变你的，啊，这都去遮官庙讲，哦，这早期台湾。老一辈早来讲啊，敢那导游弟啊，导游叫你问，你说刮皮啦，我们拢要退去，便利的，哦，这袂使哈。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哦，这中华民国跟吐蕃做的，吐蕃这个达赖喇嘛流氓去印度一个所在，叫做达兰萨拉，好不？这个所在差不多无到20平方公里，大万几个人。那么这个土地是美国政府跟印度政府协商，美国替伊租这块土地和达兰萨拉。啊，你注意看，伊流亡去印度达兰萨拉哈，达赖喇嘛刚好底下做印度的总统，无呢？那么达兰萨拉因咧选伊新的总理。印度人敢有堪伊做伫遐咧投票？无咧，是恁家己恁流氓政府、吐蕃流氓政府，恁家己要选新的总理是恁家的代志，恁去选啊，跟阮印度人无关系啊。但是伫台湾无共，中华民国流氓在台北，简称中华台北，有无？中华民国流氓的政府流氓来伫台北市，袂使流氓伫台湾吼，伊敢来用一个地区的。大都市，包括迄阵法国戴高乐将军流亡去伦敦，袂使讲英格兰哦，袂使讲英国，袂使讲法国流亡在英国，袂使。刚才讲一个大都市，法国流亡在伦敦，啊，中华民国流亡伫台北市，头前中华民国，后壁台北市，所以简称中华台北，中流亡的政府。伊拢派这讲，啊，咱甲贴破，就跟他讲，以台北市来讲啦，啊，就讲台湾哈，因中国人流亡来台湾，因会使讲敌国，底下咧选敌王，啊，咱较早拢讲咱日本教哈，啊，咱教也去参加人咧选敌王。一个选头壳一空的，
帝国专帝王因帝国的代志，跟咱交国无关的。但是台湾人头壳无清楚，所以用这个例来比，较会清楚了。咱唔是中国人啦，讲中国伫咧选帝王，跟我们日本国什么关系？安尼较清楚，对不对？哦，以法国为例，去法国同款嘛。法国走去伦敦，戴高乐走去伦敦，戴高乐刚好伫遐做代替英国女王的地位，无啊，英国无变做中国个啊，嘛，迄落变做法国个啊。安尼了解啦吼。好，那么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占领台湾已经70年，因为咱秘书长林志升2006年10月2日。邝美案的判决，所以来解除对台湾的军事占领的日期应该不晚啊。哦，咱那疫情的训练好，啊，军人将清了到这，哦，啊，美国也准备好的时，哦，连咪咱美国都会甲中华民国请去金门马祖，哈，哦。美国军政府核发台湾身份证，伊的法官是啥？咱来看者，这个其中有一个真重要，这个 class。分类啦，这我先讲吼。将来伫台湾，你若要做台湾民政府的公告人员，啊，无咯哈，公告人员，得一定要有一个身份 TW。这 TW 就是1945年9月7日以前就住伫台湾的，即个咱的老一辈，包括伊所先传落来即个台湾人。那么其他拢外国人。主要有这个身份的人，才会当参加公告人员，参加选举，无论你做候选人也好，还是去投票，投票权。所以以后台湾的问题，就拢 TW 身份的人来决定，特别讲中国人搁咧做老师、做公告人员，咧教歹囡仔大细，咧误人子弟，哦，咱教咱假的物件，哦，安尼以后就无男女对抗啊，对唔？因中国人干来当提。什么身份？伊拿来请身份证，因号做 C 就是 Chinese 中国人 ，E 就是 exile 就是流亡，就是难民，因替号做难民证，哈、哦，因难民证无资格在台湾参加选举去做公告人员，哈、哦，好，啊，这里底本卡的迄个核发依据如下，哈，啊，我甲放大，好、哦、来，第一依据万国公法。第二，国际战争法；第三，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台湾关系法。哈、哦，咱就 有法源根据了哈。过、哦、来，美中三个公报哈、哦，美国跟阿强的建交公报、上海公报、八一七公报这三个。不是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包括美国军政府管辖下咱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应该拢有摕着吧？有吼、哦，台湾公民权利法有啦吼，放在红色的那本，敢有？好，好，有啦吼，那本恁来你要好好看，哦，那本足重要，那本我那阵咧审议的时吼，送去美国，无几工就要退件，叫阮去改，哦，改好去送去，一礼拜后佫要退件，佫改。第三会议较通过，啊，美国看修改了差不多啊，哈，较通过。我咱是有这个法源了哈。其中一个一个中国政策，真侪人惊不服。嗯，啊，阮中华民国呢？你看，台湾人希望加个要有两个中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啊，伫美国全世界眼中，中华民国早就灭亡，无这个物件，无这个国家。你还佫摕这个小鬼啊，甲戴在家己的面顶冠，哦，面具，中华民国面具，咱拢挂伫咱的面里。我是中国人，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台湾人就是读个无清楚，无逻辑思考、分辨的能力，哈、哦。所以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唔是唔对，哈、哦。因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咱是大日本台湾。好、哦，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哦，不要搞错了，哦，中国是中国，台湾是中华台湾，啊，民进党是发台湾中国，
这边一国，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哦，嘛踩到美国的红线。台湾的一国就是独立，独立就是要战争啊！美国甲你讲啊，足清楚，吼，哦。啊，台湾有税无？吼，哦，这两千块八年发八山去平，我无想到讲今仔会直接会当用着，吼，哦，足税的，吼，哦。啊，这嘛有可能是牡丹社事件，迄个日本的渔民为只爬起来，这日本的这伫台湾啊，满洲当兵，高平九鹏。高鹏嘿，咱拢在方做基地，你知无？电管这有，这人造物，这九鹏湾飞弹的迄个基地，那些气下飞弹啦，中科院啦发明什么飞弹，拢伫只气下，哦，所以咱拢在方做方做基地。啊，台湾有水，你有爱台湾无？唔，再说声哦，有爱台湾无？啊，胡锦涛、习近平嘛，作爱呢，吼，哦！啊，台湾就是安尼，人见人爱吼，作水个台湾姑娘嘛，吼，哦，人见人爱。荷兰人来，荷兰人爱；郑成功来，郑成功爱，吼，哦！啊，日本人来嘛，日本人爱。啊，咱拢做人记得，荷兰人咱了做贸易基地，吼，哦，叫咱台鹿啊，迄个爱梅花鹿，我迄阵鹿啊有够济，鹿口比人口较济。你出门爱开车的，不要，即马拢讲不要被车子撞。你出门不要被路撞倒，吼，哦，没有落个龙的。啊，郑成功来，咱嘛变个反清复明复兴基地，有无？啊，日本人来，嘛大清来，因是捞钱基地，三年关两年末，两年就落地啊，么么么。日本人来，咱变个南京太平洋的基地，吼，哦，南京迄，那个要修建，吼，哦。在一个南京基地，我建了换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我咱一个变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啊，四百年来拢在做人个基地有够衰吼，所以咱来较拍拼嘞，吼，哦，赶紧根据台湾反完的琉球反完模式哈，赶紧登来大日本国哈，哦，好，那么今天我就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同行，哦，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潘理事长。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好，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